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数联就已经呈现的随身这个视频。哎，我们要开一下 MyCloud，这个是 MyCloud 的一个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。其实我们对，就我这个人呢不太懂生活，就一直就做生意，就是起早贪黑啊，给大家搬砖。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造型是漫威还是什么里面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就大家可以自己看啊。那它的外观这样子啊，然后打开以后是这样子。我们把东西拿出来啊，首先头哇非常重，MyCloud 就这样非常的重，纯它是不锈钢的。好，然后，头啊，这个头装饰物，就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是哪个角色里面的东西，不知道，我搞不清楚。然后呢，还有个珠子啊，珠子呢就放这，我把东西都拿出来啊。然后呢，盘子，好，这个是没有配管的，唉，这么贵的东西没有配管，脚套啊，气帽，这个气帽呢，你看啊，这个气帽装着，好，这个气帽这样子的哦，你看好像，你看在侧面开了洞，看到没，在侧面开了洞。好，拧紧。好，烟碗的头，它这里有个很重的纹哦，是防滑。下水管的这个消音，水花。好啊，重头啊，这个。好，我们开始组装吧。把它拧下来。好了，拧下来。这里也可以啊，这两边都可以拧下来了。它是这两段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。你看长宽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把这头拧在这。哇，好长啊，就德国的那种设备哦，它一般最佳，你看像那个阿拉丁。OK，搞定。乌卡也是一样，转一下就搞定。这个哇，转好多下，不过它有些细节，它可能需要转那么多下，不然的话很危险，很容易断啊。可能因为它太重了嘛，就不同的设计风格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柱子，你看它这个只是起到装饰的作用。这里刚刚我们看的时候，这里是没有柱子，是从烟雾是从这里走的啊、哦，它是非常传统的出烟方式。好，把这个拧到底，然后你看我们把这个是金属的，这是金属的。来看啊、哦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装上去。好了，装好了，然后呢？装上盘子，那盘子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。好，下水管，哎，我们还缺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在哪？哦，在这，吓得我，说少个东西。这是插烟管的，那这样子啊，这个装着，整套就这样啊。然后我们好用它原装的瓶子，瓶子是没有的啊，瓶子是没有配的，就是你得单独买。那就这样一套啊，没了啊，就我让我看一下，还挺好看啊、哦！就是你见过那些其他的款，你再看这个就觉得哎还不错啊。这地方这个不锈，这是金属的，所以它很硬的，不会那么容易断。烟管放这应该也没问题，但是它其实你看它也没有，它那个手柄也没有的。手柄的话你要单独再买，我们有单独卖的手柄啊。这整体还 OK，还不错啊。MyCloud 啊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，就是看到 MyCloud 啊，不就接触到 MyCloud 啊。后续还有很多，后面还有很多，等一下给大家看。好，拜拜，吸烟又还是很健康。